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上雅实况，我是上雅。我们这一集将会是回收柴郡猫结局的一集。那目前我已经破到，看看哦，我刚破完那个 Cherry 的世界。那关于柴郡猫结局，它就是必须要每一次回答就是回答我不知道，就是。反正只要有人问我们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重要的人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只要都回答不知道，然后我们每回答一次不知道，好比说之前 Litty 的世界，Litty 问我这个答案的位置，我要讲什么Litty 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答不知道，然后等到我们把 Litty 世界的钥匙交给白兔之后，上来就会看到柴郡猫在这边等我们。如果我们回答没有或者是其他的答案的话，这边就不会出现柴郡猫。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每个世界的问题，我们都要回答不知道。那柴郡猫会在这边会再问我们一次，我们再回答不知道，然后以此类推，应该最后就可以解出柴郡猫结局了吧？然后这个是 Cherry 的世界完之后的柴郡猫。尽管是说着想说的话，说起负面或是恶劣的事的时候，就会用刀指着我呢。啊哈。那么要说什么才好呢？啊，对了，那样的话什么都不说就好啦。但是什么也不说的话，会寂寞的死掉的吧？那样的话，像狗或者猫一样，只会用汪或者喵来传递话语就好啊。知识会污染心灵的。你差点就很相似了，不在意吗？又是一副相当疲劳的样子呢。不要的话，就不去做就好啦。即使努力也只是徒增疲劳而已哦。还是说什么理由吗？我不知道。是吗？那么下次继续吧。听说你想帮助在世界里的那些家伙，兔子不也已经说了吗？在你进入那家伙的世界那个时间点，就已经注定是恶劣的节目了。光只用口说，又在打算继续下去吗？那不就和那家伙完全一样了吗？没有人教你那种事情吗？哎呀，时间到了呢，下次再聊吧。OK， 那我还是继续存同一个。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是这个世界，就虚雅的世界。那因为我们之前都已经实况过了，所以我这一集就会是快速通关，然后也不会念稿了。所以接下来大家就当做我什么都会用跳过了，就是完全以柴郡猫结局为主。我可能要记一下，我有点忘记了。一的背面是六，三的背面是四，二的背面是五。好，哟呼。对面、正面、前面，叭叭叭。一四六二的背面，一的背面是六，然后二的背面是四，一的背面是六，所以是六二一五，六二一。好，我再看一下好了。果然很太久之前解了，就会有点忘记。OK， 我看一下啊。好，一的背面是六，三的背面是四，三的背面是四，四的背二的背面是五，所以是16345252。六三一五。6315背面，手上碎片，跳过，咔当，这书呀，哟呼，OK， 我们获得了伙伴。目前已经三个世界了，我只花了19分钟，果然就是快速通关就有差。
OK，那我看看，我记得这边是有，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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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社，鸡蛋，好啊，单枪，反正也没差，神社。约书亚真的是很爱恶作剧的一个孩子哎。OK，那好，20分钟，挑战最速通关有没有？那我看一看，这里应该打不开的。然后是这里，咩咩公分咩公里咩。Alright，锁住了，妹妹妹妹，弟妹，咔嚓，锁开了魔术手臂。是用来夹什么的啊？突然想不起来了，这里吗？塞满了书籍，塞满了书籍，窗户，床底下有东西啊，是这里，蓝色的书，塞回去。然后门锁就开了，不是这里，这里吧。把画拿下来，两只叉子，吃蛋糕，蛋糕一吃就开窍了，脑袋一阵晕眩。啦啦啦啦啦啦啦！正当22分钟，有一股奇怪的感觉。这个是黄色眼睛看右边，黄右，右右右，红色眼睛看我们，and 绿色眼睛看上面吧。绿看上面，然后蓝看左边。蓝色看左边，红色看我，绿色看上，黄色看右，别看哦。1分钟，获得苏喜。我不知道啊，抱歉。然后就开门吧，进去喽。然后就会看到丧尸阿木。check 喵喵喵，怎么了？喵喵喵喵喵喵，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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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watching you。丧尸版约书亚。获得了约书亚，
然后回去找白兔。然后柴郡猫就会在那边等我们，一直只考虑自己的事情的习惯，遇到不幸的事情就是别人的错。我认为人性质上比恶魔更为恶劣呢。啊，认为我性质最恶劣的是他啊。对对，我是恶魔，那家伙也是恶魔，准确而言稍微有些不同啦。名字不重要，这种东西在我们之中是没有必要的。你的名字也是哦，其实怎样也无所谓啦。所以我才称呼大家都是一样的名字，还是说你有给过蚂蚁啊、青蛙啊取名字呢？妈，有称呼的话比较轻松吧，总是也随便的从书上取来用的。做出有趣的东西的人，创造出的那种世界，我觉得很棒哦。怎么了？刚才我说什么奇怪的事吗？你好像不怎么快乐呢。别被周围的人耍得团团转啦，被拖下沉沦的话该怎么办呢？就像废物般成功的世界啊，陷入疯狂中反而更轻松哦。我的话语，我是恶魔的耳语而已。还是说你连我刚才的话也当真了？我不知道，是这样吗？说到底是爱丽丝自己的事。如果爱丽丝说是那样的话，就变成那样喽。自己的事到了现在，你还是一副不清楚的样子呢。为什么我会说这样的事呢？你不知道吗？越是把人越说得越坏，就越不是简单的事呢。哎呀，时间到了，之后再聊吧。好了，来到。来到 Stella 的墓碑迷宫，墓碑迷宫，墓碑迷宫，咒语吧。是从这里。存档27分钟。说起来，是我忘记了吗？我好像不太记得 Stella 有鹅妈妈童话诶，应该说她的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放书的地方。这么说起来，她有鹅妈妈童话吗？还是说其实之前有看到，然后我忘记了？好吧，反正我这边总是会再玩一次的。等下就会知道她到底有没有鹅妈妈童话了。好啦，我们要去挖洞了。想当初在这边卡关了。我说怎么找都找不到他的手脚在哪里，就要我们去挖洞。然后我记得是最这边的洞。猫啊，看，虫虫的脚。这样一看还蛮像贪食蛇的 有规则性的贪食蛇。我的小8只哦，很好。然后就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29分钟。是说西方世界好像真的不太在意所谓的名字，诶，反而没有东方这边那么在意。东方这边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的文化中，对于名字都有很重大的一个意涵，尤其是日本古代那个阴阳道啊，里面就有说到说，不知道，里面就有说到说名字是最短的咒，这是阴阳师很有名的一句话。因为你在叫别人的时候，那个人就会回过头，然后会停下脚步，在那一刻起，那个人就被你算是吓走了，就是用名字去束缚住对方。
所以在日本动漫里面才会常常说什么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真名啊之类的，那个意涵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因为知道真名就等于说可以控制那个人或是对那个人下咒。那这点好像在西方世界就是那句超有名的话，什么名字算什么，所谓的玫瑰换的名字依然芳香，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吧。不过在东也不算东洋啊，就东方这边来说，名字算是都蛮重要的。最近刚好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看到他这样子讲就特别有感而发。大家就当作我无聊闲聊一下吧。好，我们来帮他找身体。存着档好了，比如说按太快可能会不小心漏按的什么东西。这错了，这里追身体回来，在哪里？给我过来！好像这边还有一个 ，OK， 这样应该都拿到了吧？好，我来把身体还给你，从这个方向走。存档，因为这是约定。喵，就是这样喵。明明没有从你身上夺走东西，结果下场却和……不。到现在还是不懂柴郡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我想等我们把它的结局破出来，应该就会知道了吧。或许被藏在什么地方？喵喵喵喵，咚哒咚哒，再玩一次。我记得这边有一个，然后这里一个，然后下面这里好像有一个，还是说这里？有了三个，是三个吗？是三个还是四个？还有一个，好像是这一带吧。有了，其实知道了史提拉的故事之后，就会了解到他其实并不是那么冷淡的一个人。只能说他可能怕把自己身上的死亡诅咒带给别人吧。好，不吃。再见了，斯蒂拉。斯蒂拉说的那个时候应该要吃下毒苹果，就是在说，就是其实他在，就是因为他所到之处就是会有那个诅咒，周边的人都会死亡，然后后来就有人给他一颗毒苹果，就是有点就是让他自杀的意思。可是他那个时候选择没有吃，然后
就也因为这样子给他毒苹果的人也全都死了，所以他很后悔那个时候没有自己先结束一切。OK， 那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世界钥匙了。柴郡猫，哟，变成了相当好的表情了，不是吗？像这样站着一试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呢，这新纪录耶！几乎所有的孩子在干涉人心的时间点就会崩溃掉呢。对了，接下来应该做点什么好呢？给你点提示吧，因为我好歹也是带路人呢。其一，之前我说过我从你身上夺走了什么吧？我夺走的东西只有一个，取走太多我可说很累了呢。妈，我可没有想过你就会那样变成空壳呢。其二，用那把钥匙刺下去的话，它就会变成钥匙开启的门，成为连接世界和世界的门了。也就是说，再也不能从世界回来了。意思就是要留下灵魂了，因为外面世界不需要，所以会回到那边。其三，你说过这是梦吧？如果你那样说的话，就会变成那样，一个让你被狠狠折磨的梦。如果是梦的话，一定有做梦的人在。这到底是谁的梦呢？阳光是要刺向谁呢？还是你要变成泡沫呢？另一个方法啊，有啊，另一个连接世界和世界的方法，那就是和恶魔的契约哦。你会选择哪一条路呢？我只是看着而已哦。要做的事情已经决定好了吗？不知道。这样吗？这一次就是最后的对话咯。如果再次见面的话，约定我会遵守的，因为门会为你而开哦。哎呀，时间到了，拜啦。好，那我们就是让我直接进去了吗？打开。好冷哦，我不喜欢冷天气，不过雪很漂亮，我很喜欢。欸，好像不大一样了，对不对？好像印象中不是。欸，这些对话我们之前有看过，对不对？那柴郡猫到底是谁啊？哦，这是 C 君吧？这些话我们之前都有看过。OK， 说到底，这个润101到底是什么地方啊？门锁住了。别的标本，老师睡着了。嗯，啊啊，那想玩的话，明天玩吧。进入收库。第一句，老师。应该就是要进去书库了吧？那我们就进去书库喽。因为目前看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先当进去了哦。好啊，猫、狗、青蛙、喵、汪汪、呱呱、牛、猫咪、青蛙、猫咪、猪、牛、猫咪、
青蛙、猫咪、猪，答对了！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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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给你暖乎乎的汤，没有笔，暖乎乎的汤。拿，空煮，再继续煮，好像煮两次就好了，对不对？它完成了，诺，哎，哦，不是你，走错门了，诺，笔，然后知道一。红色缎带，存档。红色缎带，火力。通道的钥匙。哦，老师。少年，少年啊！这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院长，你好。如果一百个我，是三分钟吧？答对了。夹着纸片，四个你答对了，这里好像没有东西。好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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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杀人了哟！你，第一目击者，第一目击者。然后去拿纸笔，不是这里，这里吗？还是这里。不是跟他讲吗？是跟他吗？哦，有了。然后戒指，我拿纸笔来给你咯，这样我们就可以沟通了吧。B 跟 D。B 跟 D，
OK，先当，走吧。说起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研究之类的吗？OK，那我们就往上走吧，在这里道别吧。读，有一个奇怪的洞。之前这个地方是没有洞的，对不对？那我们这算是开启了结局吗？好，那我们进去吧。哟呼，哟呼哟呼，有人在吗？有人在吗？众神已经被吓很多次了，还是不是很火大？你有事哦！而且你为什么活像是什么数码宝贝进化后的形态呀？为什么你突然变那么炫啊？我来细数你犯下了多少罪行吧。判处有罪，处以睡眠刑，一生做你的好梦去吧。哟，怎样？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又让你看看我头巾里面的呀。因为是乱七八糟的，也没有办法啊，随意从各处收集来的。右眼是从受阳所苦的少年得来的。头发是从失明的少女得来的，耳朵嘛是从被双亲舍弃的黑猫得来的，不觉得很酷吗？再称赞多一点也行哦，因为我是绝对会遵守约定的人呀。你已经得到钥匙了，对吧？白兔给你的，但是不管是刺杀你还是被你刺杀都很无趣啊，对我来说啦。不光问你什么事，都只会说不知道。就算吃了你，总觉得也很难吃啊。啊，对了，以前也说过的吧，我们呐是吃灵魂为生的哦，因为不这样的话就会消失呢。灵魂的话，不管是狗还是青蛙都得吃，不过人类是最好吃的啦。尤其是因绝望或痛苦所毁灭的灵魂。小孩子不理解多余的事情，只要夺走他们的某样东西，就可以简单弄坏啦。不过从你那边把那个抢来的时候，几乎是空的，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啊。就现在来说，我觉得有那种小孩的存在本身就是稀有的哦。反过来说，大人就不行了，因为受到很多知识的污染，所以无法简单的弄坏。所以我们锁定小孩子们，邀请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来进行调理啊。啊，只不过这次是特殊的情况啦。结果到最后，那家伙还是一点都没变，从小时候开始完全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才产生了这么庞大的世界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愉快的日子呢。有哪里奇怪吗？就算是你，也有吃猪或牛的灵魂啊。我们吃青蛙或人的灵魂，有哪里奇怪啊？再说，我们和你们之间根本没有半点差异啊。为什么我们会和你们使用同样语言和行动呢？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问题来喽，你觉得人死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人呢，你死了就从世界上消失作为代价，能够得到一个力量，因为灵魂并没有死去啊，有很多很多哦。我从人身边夺走了某样东西，兔子能够将人的人生路线的路标进行改写，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都行哦。是你们自以为是的将它取名为恶魔或天使啊，和我们所有所不同的就只有天神而已哦。那可是相当的被惹毛了呢，于是就把所有的生物变得不被爱，它的话就无法存活。但是人类遗忘了它这件事情，于是自己擅自的制造了规则。那么该怎么说明才好呢？当人产生的时间点，世界就已经迈向终结喽。接下来只能朝着灭亡前进而已呢。我也真是的，不小心说的太多了。稍早之前也说过吧，
连接世界与世界的另一个方法，就是与恶魔定下契约。简单来说，就是把你的灵魂和我的灵魂互相混合。比起吃掉灵魂，融合才能更加长久的存在着哦。意识这种东西就很棘手了呢，只要那个还在，想要让所有事情随心所欲进行就会显得困难。但是你空空如也，没有比你这样更好的容器了。如果你把全部都给我作为谢礼，我就让这世界的他们所有人都回去他们的世界哦，只要一下就可以结束啦，你一点也不会痛哦。你想在这里消失吗？还是说成为我的一部分帮助他人呢？你想怎么做？好啊，我不要。好啊，契约成立啦，我不讨厌脑筋好的小鬼哦。不过我觉得还能看见景色模糊的那种程度意识也会残留着。从你身边夺走的东西是什么？也是啊，最后就好心的告诉你吧，是他，我从你还有其他家伙身边夺走啦，干脆点了吗？这样啊，既然如此，我好好记住你的啦，拜啦，别人。就是达成融合结局吗？哦，这是我们 Alan 的故事，是 Alan 自己本身的故事。最后，我们的 Alan 就被老师带走了。啊啊！果然身体更新了，还是没办法马上适应呢。要是这不想去见白兔啊，随便再拿把它丢了吧。再来呢，就试做去回收吧。要从谁开始吃好呢？啊，只要故意在那家伙面前吃掉的话，一定会完全坏掉的吧。因为不能吃掉大人呢，跟他随意的玩玩之后再从他身上拿新的零件吧，嘻嘻嘻。伊蒂柴郡吗？啊，说我们说好的，我跟你融合一体，你就不对其他人动手啊。你毁约。OK， 那我们 Alice Mayer 就到此为止，七个结局已经全部都回收完毕了。虽然说最后这个结局真的让人很揪心啊，说好的放大家走呢，真是死猫。好吧，那我们 Alice Mayer 的系列就到这边完全结束了。感谢你一路的收看，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在最新的实况游戏中可以再次相见。那我们接下来的实况应该会
最近有一个新的游戏已经出来了，我在之前就已经等很久了，从过年前就一直在等了，现在终于发布了。至于是什么游戏呢？大家密切锁定就会知道咯。 OK， 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一个实况再见咯，拜拜。